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日前举办了禅艺日常马新元水墨画展，艺术家马新元画出了他对禅的体悟，将水墨画作品融入漫画风格。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禅艺日常水墨画展，展出艺术家马新元充满禅意的水墨画作品。而马新元除了是水墨画家，其实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，那就是香港知名漫画家马龙。画展开幕式上，政商界还有文化界人士齐聚一堂，共同感受马新元作品的禅意。马老师其实他对于禅的理解，我想不会只是在画作上而已，他们真的是把禅的那个意境从生活当中去融入。禅是不受局限，它没有框架的，没有安排，那就是一种什么自然。无论是庄严的佛像还是中国山水，线条简单却也栩栩如生。虽然是水墨画作品，却大胆融入了漫画风格，不墨守成规，充分展现出禅意是不受局限、没有框架的。透过马新元的作品，深奥的人生哲理还有禅意跃然于纸上，无论大人小孩都能轻松领略。人间卫视香港综合报道。